佛在经典上给我们所说的一些原理原则，肯定是正确的。因为他的方法符合科学的精神、科学的原理，那就是突破时空的维次。现在科学家对这些事情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，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。科学技术的方法是很难突破这个界限。那么他们的方向都不断地在技术上更新提升，希望将来达到这个目的。而佛教给我们这些不同维次的空间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形成的，它的真相如何，唯有佛在经论里面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差别因果，就是说这些思想。为什么可以透彻的明了呢？因为差别里面有平等，差别跟平等不二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向平等因果上发展，差别因果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用科学的方法提高技术依旧是不平等，用差别来解差别难了，太难太难了。如果用平等来解释差别，那就轻而易举。如果我们头脑冷静一点，清醒一点，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很容易理解，并不困难。那平等因果决定要修禅定，修学禅定在我们净宗就是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心远离一切污染、烦恼习气，平等心要远离一切高下、是非、人我差别，我们才能够达到清净平等的目标，然后对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事理现象因缘果报，如天台大师所说的百界千殊，自然就通达明了，就是自信智慧现前，
所以佛给我们讲的三个原则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这个是求圆满智慧、究竟智慧的不二法门。戒学里面最要紧的就是教我们放下了，放下一切妄想、一切分别、一切执着，从四相上来说，你自自然然就能够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，同时也必然是与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万事万物感应道交。如是我们才真正认识了戒定慧三学。这个三学知道的人很多，会说的人很多，可是真正对他认识理解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呢？正如同李章哲在后论里头所说的，你要是真正认识他、理解他，你必定能够信受奉行，你会认真去做到啊。我们今天只是听说，仿佛是了解了，其实并没有了解，没有肯做啊！不但不肯做，连发心去修学的意愿都生不起来。所以佛祖师大德们他们讲的话有道理，是因解发心的，因为你有透彻的理解，所以发起殊胜的修行。解不足，行就不利，这是一定道理。那行不利了，就是说你不能够勇猛精进，我们看看这些菩萨们，化身大士、小行菩萨，都肯认真努力、精进不懈，像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不是一个人的，普贤菩萨无量无边的，真正发心修普贤行的人就是普贤菩萨。为什么肯修普贤行呢？对于事实真相真的明白了，真的了解了，所以他真实具足行念，自行化他，给九法界众生
做止于至善的好朋友。这样的存心就是菩萨道，这样的行持就是菩萨行。佛勉励我们，期望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佛的教诲深信不疑，对于一切经论深解意趣，然后落实在生活里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之中，教化众生，这就是普度众生啊，令一切众生都觉悟啊，令一切众生都回头啊。以过去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事实真相，在华严经里面说就是大放光啊。我们从迷回过头来，从偏差回过头来，从错误回过头来，正向着自信，心得自自然然地流露出来，就是大放光。只要与大放光相应，我们的生活行持表现在外面的，也自自然然就是佛华严。佛华严是摆在外面的形象，从相从事上说，大方广是从理上讲啊。我们的修学就有无比殊胜的成就。与华严经上所说的法身大事无二无别，华严的境界虽然殊胜虽然高，不是一般人做不到啊！说个老实话，人人都可以做到，所以佛在经上才明白地说，这个经受持的对象是大心凡夫啊，我们是凡夫身份的。问题，你能不能发大心？大心就是回头，从小心量回过头来，发大心量就行了。这个事理前面呢曾经多次的讲过，能相应就有感应。我们自己烦恼很重啊，习气很深啊，
如果不能够改过自新，改过从哪里改起呢？无始界以来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都是用个妄心、虚伪的心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不老实啊。不老实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自己欺骗自己，哪有不欺骗人的道理？是自欺欺人呐、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啊，我们确确实实做一些自欺欺人之事，这怎么能与佛菩萨感应？自欺欺人只有跟魔王外道交感啊。里面用的是这个心，外面魔王外道啊，在旁边从容的影响你，帮助你作恶，就改过自新。要从根本改，根本改就是把这种自欺欺人的心呢，转变成真诚恭敬之心。你看佛法在修学。这些法事一开头就教给我们一心恭敬啊，普贤十愿第一愿礼敬诸佛，那就是回头啊。我们平常的心是散乱心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如何把散乱心归到一心？念佛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一个办法。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把散乱心回归到一心，一心是真心啊，散乱是妄心啊。虚情假意是妄心，自欺欺人是妄心的，把它回归到真诚。佛法在行不在说啊，你能够把这一桩事情做好了，所有一切的万恨统统转过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行里面本来具足一切行啊，并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其他经上不是如此的。其他经佛没说，事实是一样的没说出来还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在其他经上没说，是说其他经的听众程度不一样。佛要说这个真实的现象，众生在六道里面、十法界里面，迷惑的时间太长了，习气太深了，一下给他说事实真相，他不能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
说了也是白说。所以佛说经叫契机，叫契经嘛，契机契理嘛。看看听众当中，有几个能接受佛说。佛是门中不是一人。如果观察听众当中一个都不能接受，他就不说了。华严会上这个与会的大众不是普通人，化身大士，所以佛自始至终啊，完全是真实说，他不是方便说，真实说。佛的这种真实说，化身大士懂，我们凡夫不懂。说老实话，我们如果得不到祖师大德给我们指点，把我们点醒，我们怎么会懂？就是一开端这个四种庄严，这是大地金刚所成。我们会想象到，哦，这个地也是地，这质是金刚的。我们这个大地是土石。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是金刚所成的。我们都会落在这个形象上啊。他给我们说宝树的庄严，我们想想我们这个四周围种的很多树。我想到这些啊。他说的宫殿，我们想想我们住的房子。除这个之外还能想出什么道理？想不出来了。祖师大德给我们一破解，一点醒，哦，地是表心地。我们这个理解才深入一层啊。树是表建立，宫殿是代表安住啊，不是指身的，是指心的。坐是表法空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？佛在经上没加以解释，可是佛种种这个说法，化身大师听得懂，体会很深很广。我们要没有人破解，哪里能懂佛说法了？可见的愿解如来真实意是谈何容易。唯有真诚才能得佛加持，唯有真诚才能与佛感应道交。我们学佛的人要不靠佛力加持，决定不能成就。要靠佛力加持，一定要改心的，要转变错误的观念。善导大师在《观经疏》里面教我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。这句话讲了几十遍了，苦口婆心呐。不能搞虚假的，决定不能再搞自欺欺人，不可以。
我们在这一生学业、道业、事业才能有真正的成就。这个成就不是自利，是利益众生。搞自利的都是迷惑颠倒，为什么？埋有自己呀！我们在《华严经》昨天晚上所听的，如果真正能够体悟到化身离体原来是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这一会就没有空过。体会到降伏魔外，魔王就是自己的烦恼，外道就是自己错误的知见，你就真有下手的办法了。魔不是在外面的魔啊，外道不是其他宗教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华严自始至终啊，字字句句没有离开自信，字字句句没有离开自己，真正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才知道这一部大经啊，世尊真实教诲对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！我们应该从哪里学习啊？修行从哪里入门，你就都清楚、都明白了啊！劫后起修啊，功夫言有不得力之理啊！所以这部经是真的是最好的教科书啊，我们应当要认真努力来学习。好，时间到了。